哇塞，这个直接干掉一桶，你看，这一桶满了，你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梅。今天来干哈？但是今天这个天空特别漂亮啊，远方那边据说是贵族学校，挺贵的。不说了，我去赶海了，走吧，往里走。散弄吧。我这风响的效果那么明显吗？你看那边好多小朋友，还有那个家长。那边是挖花甲的地方，那边有花甲。这个场景太壮观，这叫做挖地三尺。哦，搞好多。嗯，多得很。哎呦，这是狗！哎，别开吃，这是狗。这里多得很。快出来！刚刚好好，你一来他就跳出来了。哇塞，这个直接干掉一桶，你看，干掉一桶。这一桶满了，你看。这个回家得好好给他洗。看人家这小姑娘长，越看越馋。这边好多的呢，瞅着吧。这个就在，哎，这个一转就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一个，我们夹子只能像这样。你看，一下一个。啊，这个还刺激。他太简单了，美女，你吃。这个人不干，看了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你是不是经常赶海？没有，一个不经常赶海的人在我面前说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你们天天吆喝赶海捡不到东西的人在哪？走了，走了。好，这一片都是我的，这一片都是我的了。过后开始发挥了，我在等我的铲子。今天我包场了这边啊。这就是十，哇，真是一下，哇，好几个，一个，啊，这边太多了，两个，三个，又一个，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在我们这边叫做皮蛏子，就是个头的话，最大也就这么大，这个要分那个地方的，要分区域的。不行，我感觉挖这个太费劲了，腰酸背痛的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天黑了，梭子蟹应该出来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梭子蟹，是不是在等我？走，往那边走 ，Let's go！ 哎呀妈呀，快！我给它洗一洗，让你们看看它真正的面目。哇塞，这洗完你看这个头，好看吧？回家白灼就行了。这个头挑什么样的？这叫蜕皮吗？这个咋不太动了？还行，这应该是公蟹，这是公蟹。快，这完了！哎呦，解掉了。这个就在沙里面游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。今天这个潮水的话。那个退的话特别快，水流特别急，然后水就很浑，梭子蟹就比较难找。我现在就抓了两只，估计今天的话应该不太好找，这个水流主要太急了。阿拉斯神的，我天哪，都长满海草了这个。哎呦我天，二哥，太重了。阿拉斯神灯，阿拉斯什么什么在里面。这边好多水，吓我一跳。它上面你看都长满海草。这是我今天下午刚刚收到的这个水晶虾饺，看一下好吃不好吃。看一下这一包里有多少个。20个，这一包里面20个，给它蒸一下。加入生命原型，水开放入虾饺，水开蒸6到8分钟即可。
就这么简单的好了。这个里面有笋，有虾肉，吃起来搭配起来比较鲜。给你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，看到这红红的虾肉没有？这个是海虾，也是青虾，然后里面有鸡肉，还有马蹄。现在沾上一点小醋。哎呀，一口，这个做起来挺简单的，上锅一蒸，6到8分钟，然后就熟，这味道还不错。嗯，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的试吃，感觉这个真的还可以啊。喜欢大梅的，记得给我点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